到新竹市长就被人潮塞满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南下替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助选。我说是那老板娘想要拍照一下，沿路都有民众摊商抢着拍照。柯文哲发挥母鸡高人气，替子弟兵拉抬声势，面对议题同样火力四射。嘴巴讲抗中保台，其实我想保台才是目标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算意识形态的题目就不用讲了。民众党高虹安由主席柯文哲助阵，联电创办人曹新成则是到民进党候选人沈慧宏这里，大谈台湾民主与未来道路。所以回到新竹是回到家的感觉啊。那么我也很高兴，这个今年呢，我放弃新加坡国籍啊，回到台湾啊。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家。新竹不只是台湾的新竹，也是世界的新竹。这样的一个产业重要的一个地方哦，这个城市的治理也就十分的重要。各阵营大咖出动，希望打出漂亮一仗，假日冲刺能见度，拉抬选战热度。华视新闻陈怡，晚上庄明宪新竹报道。